桂林北港中天宫的香火是真旺，七十七有一名六十岁的查甫人，甲供的香是搬走，庙方人员是吊挂监视器，报警立着查啊，来追回供的香内底将近的4万块，嘛照这七头侪来移送地检署侦办。预感是中看到，十号下早六点左右，一名男子来到北港中天宫的庙门徘徊，抓准时间，到主殿桌边的门窗顶。直接将高低小搬到便所，搁用乌色塑胶袋包起来，放咧围墙边啊。随后搁踅到墙外，将高低小龟头摕走。我们的文昌不止电脑，我们这边有个邮箱，还有个那个放车卡证的地方，竟然被小偷早上六点出左右把它整个搬走偷走这样。苗德讲，文昌天即刻写着金榜题名箱啊，是真侪考生会将准考证放咧箱啊内。搁听一款香火钱祈求考试顺利，平时只有素的，但无固定调的。无想到这名册嫌，疑似观察过动线，快直接将伊搬走。啊，歹徒行窃后逃逸，啊，庙方人员啊，并向警方报案。啊，经警方调阅监视器及查访后，啊，锁定一名林姓男子涉案，立即拘捕到案，并起出赃款新台币啊39400元整。庙方的呼吁，不管是奖品还是相关设备等等。那不是个人的物品，千万袂当客。庙内嘛拢有装饰几啊支监视器，希望有心人士莫阁以身试法。而这名大约60岁林姓册嫌，经警方讯问后，伊切到做伊上五年地检署侦办，结讯用五年不到。